志杰，你怎么在这儿睡啊？醒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啊！冻着了啊？哎呀，你不是说睡在隔壁的吗？隔两道门，我可放心不下。有什么放心不下的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再说了，你在这睡多难受啊！是挺难受的，我早想躺床上了。 哎，你的房间在那儿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洗漱一下，因为太阳都出来了，我们要去吃早饭了。走。